体验了一下罗波快跑的自动驾驶出租车，非常方便，跟其他的网约出租车一样，下了单等一会儿车就来了。之前睇过新闻，在其他地方都有开通自动驾驶汽车，这次终于轮到深圳了。哇，真的好好，第一次坐这种出租车，感觉好像进入了科幻电影描述出来的未来世界一样。深圳本身都是非常注重于智能化建设的，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这种汽车随时都用得上。